美丽在线五号仔跑千六啊！而家美丽在线上次第九前次十二应该是冷门嚟嘅啫。美丽在线艾杜拿奇呢场跑千六米赢过嘅马有四只，二四五十呢就有份嘅。其实佢系即系有战绩，不过近绩就好普通啦，真系近绩十二十二咁样啊。六号华里兹，华里兹最近就二月二十五号有一个第二嘅千六米，上次十一，前次第四，上次系十倍，而家骑师系薛恩，档位系九档。有啲即系有啲大雨啊，真系出边啊！夹万大热门系一号，第一场夹万大热门落地，但系啲有赛绩嘅马咧，十四号入过 Q 嘅，一号又赢过，二号啊第三名，二号有个第三名，澳游冇事，哇，好好热门喎、啊！澳游冇事，上次跑第一，前次跑第二，再前次跑第一，好好成绩噶呢只马，跑过三次啫，两个 win 一个第二。梁家俊原班人马再嚟个上次第四档，不过咧佢上次跑千四，前次都系跑千四，今次增程跑千六，就系呢一样嘢啫。连续三次都快闸噶，出闸迅速，澳游冇事。八号喜年勇略夜一倍，喜年勇略上次第六三十倍，而家系夜一倍。骑师系希威森，出闸两次都系落后嘅，唔系俾人挤碰就系跳跃向上跳跃。九号蓝色衫粉蓝色，而家影住呢一只咧就系嘉应巨星。嘉应巨星上次初次出赛咧就四十七倍跑第九，而家就七十五倍冷门咗啦。除去系蚀带，唔知得唔得嘅咧？呢啲资料唔知有冇用咧？对赛果有冇用？唔知道真的，即系要研究一下先知道。星期三的赛事咧，即系啲隔晚大热门，九场之中有六次是上名的，十号隐形翅膀六次未上过名，八倍但系好多飞，上次夜六倍。最叻咧就系试过十一月十一号沙田千六中翼礼咧就跑第四，当时十一倍。呢只马多咗飞嘅呢只马，隐形翅膀十号，骑师而家系何铭年，十一号机缘梦碎，机缘梦碎咧最近三次有一个第二，一个第三，一个第五，而家换人啦，上次梁家俊九倍就跑第五。冲刺梁佳，但未能构成威胁，即系后上不及啦，即系嗰类啦，系嘛？今次而家换咗俾艾少礼七档，机缘梦碎咧就七档，上次九倍跑第五，前次十倍跑第三，一号而家影住呢只一号仔咧，个名咧就叫做手。叫做桃花开啊，一号，一号桃花开咧就系、是、潘顿二档，试闸第二名系咁啦，新马初出有飞喎，新马初出好多飞喎，因为呢只一号仔啊，五倍添啊，真系。黄志康要三号九九啊，九九为尊，九九为尊咧就系、是、最近嘅赛绩系十四三三七，都几好啊呢只马。
正常都近 Michael 要一三，唔系话 Michael 要六三啊。三号而家影住只紫色就叫九九为尊，田泰安嘅田泰安骑咗第五次啦，今次系第五次啦。之前有过两个第三啫，系咁样。即系啲马评人士觉得佢呢只马原班人马跑完又跑，跑完又跑，好似好好认真咁样啊。大卫希斯配田泰安。即姐要三号四号，我要三号二号，即系我要呢个九九为尊，手到再来。一号咧就系新马初出，好有飞，一间位置落下添咧就积极啦，只马。佢影住呢只七号红甲，隔晚大热门。七号仔就叫遨游武士，遨游武士都好啊，遨游武士啊 ，Jenny 要二号、七号、三号，即系一二三七啦，一二三七都好多好多人贴嘅。而家电算机显示咧，潘顿只马新马初出咧就变咗大热门，临场性咪大热门嗰个取胜率都系三成到啦，即系临场性为大热门啊，唔系隔晚大热咧，隔晚大热个上名率啊接近五成啊，五成加减半成到啦，啊五成加减零点五到啦，即系零点五加减零点五加减。零点零五啊，即系零点四五到零点五咁就话，蔡俊佳要一号三号，我就要三号二号，我中意中翼嚟嘅啫，二号首到再来，十一档冲出嚟，系佢喺前面跑，一号咧档位就靓啦，二号啊二号档位，睇佢出唔出嚟啦，啱翻嘅千六米。十一隻马角逐，目前的大热门就一，呢只系桃花开，位置咧佢就22蚊嘅，位置最热就二啦，手到再来，咁啊呢啲咧就跑法上会占优啲，因为佢啊快放喺前面啊，上次咧都系咁样成功咧跑入位置嘅。好啦，排闸方面咧就暂时就未见到咩马行马入闸嘅，八号啊落啲飞啦，喜年勇略。佢就嚟到16倍，呢只马个集伤啊争啲嘅，所以临尾礼拜四朝咧都去教楼教集。好啦，入集首先见到咧就九九为尊，一号马桃花开，呢只就喐身喐势咧，成身都湿晒啦。呢只喜年用量，呢啲形态咧就容易出集唔准啦，唔定噶嘛啲马。跟住机缘醉梦。二号手到再来，四号阳明天空，好啦，搞掂。九号马嘉应巨星，亦顺利桃花开啲位置飞嚟啦，两倍。继续入闸，见到遨游武士李丽在先，隐形翅膀话你知，最后入闸落飞嘅喜年勇略，第二场嘅赛事都差唔多啦啩。交俾集前，话你知，喜年勇略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第二场赛事三班千六米嘅路程，大热暂时系七啊。好，嚟入开闸嘅时候咧，喜年勇略咧，咁啊九九为尊都唔系话好快嘅，前面快嘅马啦，遨游武士啦，出边手到再来啊，进占第三位，仲有只机缘醉梦啊，第四位外边啦，隐形翅膀中间美丽在线都走埋上去啊。内栏咧就喜年勇略啦，中间夹住系桃花开啊，后边四只分别有呢只就阳明天空啦、九九为尊啦、话你知啦，暂时殿后嗰匹马咧就嘉应巨星嚟噶，
去到对面直路尾接近呢个一千米段处啊，前面放嘅马匹咧就系呢只手到再来啊，跟住第二位就机缘追梦啊，内栏第三遨游武士啊，第四位咧就系呢只美丽在线啦，跟住内栏第五仲系喜莲勇略，出边咧粉红帽、紫色衫、桃花开就跟住个第六位啊，后边个五匹马啦，隐形翅膀、九九围尊啊，内栏尾四啊，响外边尾三咧就扬名天空啦，华里之美尔位置啊，暂时带舵后咧系嗰只嘉应巨星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手到再来，有理冇理都系前面自己走啦。机缘追梦就一路捽噶啦，再见到埋边咧，仲系遨游武士啦，揈出外边喜莲勇略啦，再后边嘅马啦，中档有桃花开啊，粉红帽啦，出边上咗少少粉红衫咧，仲有呢只隐形翅膀啊，入边捐上嚟系嗰只九九围尊啊，最后二百米到啦，手到再来，少少优势，中间遨游武士率先上嚟啊，外边位置仲有只喜莲勇略啊，后多层啊，有呢只华里之亦都上紧，最后一百米到，遨游武士透出啦，华里之左穿右插咁样上紧嚟啊，再后边嘅马仲系喜莲勇略隐形翅膀，赢马系华里之啊，跑第二名系遨游武士，至于第三名嘅马咧，隐形翅膀外边上咗嚟，有冇机会过到嗰只喜莲勇略咧？结果今场赛事呢只华里之念地一样冇问题，唔系尾二位置左穿右插冲上嚟，仲赢得轻松添。咁啊，六号嘅华里之啊，薛根啊。即系遨游武士跑第二，一手到再来，一路去到尾尾，我都以为有即系喺前面有钱收嘅，点解哇俾后面只马俾阿薛恩呢只六号仔哇佢一声咁冲上嚟，赢出超过一个马位，系咪啊？过几马位赢咗只遨游武士，十号仔咧就系夹硬七倍嘅，就叫隐形翅膀，近绩唔好，但系好多飞。六号入个 Q 嘅赛绩啊，七号就上次成绩好嘅，系咪呢只叫遨游？呢只遨游武士啊，呢只遨游武士系梁家俊嘅，咁啊跟住咧就二号系咪十几档都唔理你啊，即系中翼丽呢只马叫手到再来冲出嚟，田太安只马咧就田太安啲马喺边度？喺呢度，你好渣噶真系。新马初出好有飞好劲嘅就係喺呢度。咁都係唔得呀，即係新马初出有飞臨場仲落飞添，成为大热门都唔得。咁钟奕礼喺前面都放得好好㗎啦。带嚟咗两个马位喺前面。咁跟住呢梁家俊呢隻最后冲上嚟好似有 Q 咁样。点知呢俾后面啲马成扎马冲上嚟。嗰隻隐形。一只隐形翅膀啊，红色嘅话隐形翅膀，十号仔喺呢度啊！你睇下薛恩点样搞呢只马啫，拉出去外边冲，拉出去外边冲，钟奕礼仲喺前面喎，输五个马位嘅而家吓，即系而家买都唔想买啊！真系，钟奕礼喺前边，梁家俊喺呢度喺第二，咁啊首先咧就八号喜莲勇略。临尾有飞啊，虽然系冷门，临尾有飞，你睇薛恩只马嘘嘘声喺外边度冲。六号，话你知，仲有只翅膀啊，有翅膀几犀利，翅膀出嚟有第三呢只隐形翅膀嘅何铭年，六号仔咧就系话你知，薛恩六七十。六系入个 Q， 七号上次成绩好，十号赢过。